阿芳这台哦，真正足方便的，伫喺厝内底哦，就会当运动啊。再次，我一直憋笑，你知道吗？我自从甲伊分手了后，从来拢唔捌甲伊联络过，嘛从来唔捌拍算要甲伊做这代志。相信刘总裁应该很清楚，这间饭店的设施。台湾国语。设施啊。阿姨想问你哦，这只乌龟为什么是黑色的？我好像讲错了。难怪我怎么想是怎么从头吹过它。感觉口水要流出来。对不起，我脑袋破了，我真的奇怪。王后丽君的发展教学。你看我其实在深夜打他那个巴掌看起来很狠，是因为加上我的眼神瞪他，其实我是有摸到他的头发。对对，不痛不痛，只会红只会肿而已。啊，比如说我要打他，我很用力这样，到这里的时候我这个手要收，手腕是这里是轻的，是轻的，但是我用力的跟我的表情，我自信，就是这样，要配合了，还是要配合。但是然后目前为止我跟月红姐的对戏我们都来真的。真的。皇后娘娘有练过。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哟。如果金泉哥你说男生不要打到就让他眼镜飞出去就很像。就要自己。这个好厉害。对啊，都要自己弄啊，上次自己弄啊。自己甩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个要打人要教学。我们不知道去那个时候要和谐吗？打是情，骂是爱，但是不要真的用力打。这个这是教学说假装打，但是没打到。对对对，重点在没打到。对啊，对啊，怎么样？你看他们像在那边打，都是。你会痛吗？